播报 San Diego 每日播报。大家好，今天是7月23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非常舒适。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58同城圣地亚哥平台上发布的生活类信息。在租房求租类，UCSD 附近有一套3室的联排别墅正在出租。在 Rancho Bernardo、Linda Vista、Forest Ranch、Camel Valley 附近呢，也有一些卧室在待租，长租短租都可以。同时呢，还有人发布了一则求租信息，他希望能够租到 UTC 附近2室1厅的房子来供他们一家3口居住。如果您有房源的话呢，可以联系求租者。在招聘求职板块，圣地亚哥本地一家福布斯500强生物制药公司正在招聘 Bioinformatics Engineer。 在圣地亚哥北边靠海边的地方有一家按摩店在招聘按摩师，另外呢，有市区的餐馆正在招聘厨房帮工和面案师傅。在 Casper 的区域还有人在招聘每周为家里打扫卫生的人，如果您正在找此类工作的话呢，不妨来留意一下。在二手物品板块，一辆2013年的丰田 SUV 刚刚发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尽快联系车主。随着暑假进入了周末期，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想必家家户户的空调冰箱也在时刻转不停吧。如果您家里的空调或者冰箱有任何问题，比如不制冷、声音太大等等，诚信空调为您保驾护航，陪您度过炎热的夏天。您可以拨打电话858-333-8899来咨询或者预约，诚信空调的陈师傅随时来为您服务。说完了生活类信息，咱们接下来来看看整个周末的新闻大事。7月19日，上周四，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则消息牵动了所有美国人的心。一艘装载了31人的压压船 Red with Decks 开进了 Branson 市的 Table Rock 湖，却再也没有上来。截止目前，一共有17名乘客遇难，包括一些年幼的儿童。事后调查时发现，船在进入湖里几分钟，天气就开始骤变，船剧烈的晃动，然后开始进水，然后慢慢的沉下去。但是呢，船上居然没有任何人，包括儿童，穿了救生衣。这种压压船在很多城市都有，圣地亚哥本地就有著名的海豹船。我呢也曾经去坐过，但是记忆里确实没有被要求穿过救生衣。难道是真的安全到不需要救生衣吗？压压船大多数都是家长或者老师带着年幼的儿童来乘坐的，有能力自救的乘客非常少。从安全角度说，救生衣其实是必须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在水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希望这次沉船事件能够引起美国此类游船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另外，从自身防范角度来说，家长们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尽早去学会游泳。圣地亚哥本地有一些著名的游泳班，比如 YMCA 的 Swimming Class、 UCSD 的游泳班，还有 LA Fitness 健身俱乐部的游泳班，都可以尝试起来。如果大家有哪些觉得比较好的游泳班的话，也可以向我们来推荐，我们会及时的告诉大家。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与此同时的中国大陆区域，一则关于长生生物公司的疫苗新闻激起了所有家长们的愤怒。长生生物公司之前被关注，是因为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之后呢，国家药监局收回了这家公司的药品 GMP 证书。长生生物公司也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部实施召回。谁知道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风波还未平息，又被爆出其子公司长春长生在2018年7月18日收到吉林省药监局行政处罚书，因为他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珀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珀，检验结果不符合规定，当时在2017年的10月份被立案调查了。最近处罚决定出来了，没收他的所有库存180多只，并且罚款300多万。但是呢，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这批不合格的白珀疫苗不是最近才发现的，而是去年11月份抽检时就发现了，只是最近处罚通知才出来。而当时这一批次的疫苗已经全部销往山东，共计25万多只，全部被使用了。可想而知，这些儿童的父母该多么的着急。
这家疫苗公司爆出的这些问题，让很多家长丧失了对国产疫苗的信心。家长们一边狂翻自家的疫苗本，一边在挣扎着，这以后的疫苗该怎么打呢？家长们对于疫苗破碎的信心又该如何来重建？听完了沉重的新闻，咱们再来听点其他方面的新闻。去过回收站的朋友大概知道，回收站里面可回收废纸的价格从2017年10月开始到现在下降了 35% 到 40%。 也正是在2017年7月，中国呢通过了国门利剑政策，表示从2018年1月起永久性禁止进口非工业塑料垃圾。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吗？原来几十年来，美国的很多垃圾它都是一卖了事的，大多数买家都来自于中国，他们会把垃圾清理粉碎，然后呢制成工业的原材料。就在去年，中国呢还购买了超过一半的美国出口废料。美国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可回收垃圾出口国，绿色环保理念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美国政治正确的方向，现在一下子暴露了一些问题。有人发现环保人士拿了大笔的环保经费，但是呢只是转手把垃圾卖到了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再赚一笔绿色美元。但是呢当中国开始拒绝进口这些垃圾废料的时候，美国自身处理这些可回收垃圾的能力却远远达不到要求。有些回收厂它已经打破了过去的禁忌，他们不再对塑料和纸张进行分类，而是直接把它们送到垃圾填埋场一埋了事，因为他们现在需要付出额外的支出来进行垃圾的分类。当然了，我提出这则新闻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自我做起，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最后咱们来说点轻松的。整个周末，圣地亚哥都洋溢在动漫的气氛中。在 Downtown Convention Center 的 International Comic Con 从7月19日到7月22日四天里，吸引了全国各地将近20万的动漫迷们。这项活动从1970年开始举办，至今呢已经有48年的历史。圣地亚哥的活动是北美区域最大的动漫展，给圣地亚哥带来了非常多的商机。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有没有去凑个热闹呢？好啦，今天的播报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您对今天播报中提到的任何信息感兴趣，您可以在 YouTube 播放页面中视频说明里找到具体信息的链接，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阅读详细内容啦。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照例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基于今天节目内容，我们为大家献上的是来自张恒的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在 YouTube 上频道 Connect USA in China。 我们明天见。他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地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那一天，他刚满13岁。九月的天空比西晴冷，阳光下许多故事缓缓酝酿。车来车往，车来车往，13岁的小姑娘背着书包去课堂。那个下午有风在轻轻流淌，孩子，你难道听见
一种声响，车来车往，车来车往，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月儿高高，黑夜很长，空气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亲爱的孩子，什么是吉祥？车来车往，你有没有神的光芒？你对我说起你死去的爸爸，你说你梦里时常会见到他。爸爸，我来了，爸爸，我来了，牵着我的小手，你不要太悲伤。孩子，你的书包在我的胸膛，你说你喜欢学校，喜欢课堂。匆匆你走了，匆匆你走了，那个世界里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月儿高高，黑夜不长，孩子睡着了，我为你歌唱。你找到了你的爸爸，那遥远的地方没有车来车往。月儿高高，黑夜很长，风起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亲爱的孩子，什么是吉祥？车来车往，你有没有神的光芒？小河在流淌，那洁白的地方。